小时候的炫耀方式。你都经历过哪些吃零食？这锅巴太香了，好好吃。就你有零食，炫什么炫？干这个不许动我的零食。魔法棒，嘻嘻，你看，是我周末买的魔法棒。变变变变，还以为是个什么宝贝玩意，不就是个魔法棒吗？做作业，一堆的作业，今天哪里写得完啊？我写完了，这么快？头饰，戴上我的发箍，心情美美的。切，看我的皇冠，我这可是公主童话，拿过来吧你。真漂亮。削笔刀。这是我妈妈昨天给我买的削笔刀。小时候的炫耀方式，你都经历过哪些呢？喵耶！